由18年前開始，我每一次上台就有人叫我巡夫。而家已經有啲人係癲狂到一邊嗌我巡，一邊自己巡咗自己。又有人叫我回水，明知冇可能，於是你竟然不停揾啲銀包掟我，等我掟翻俾佢，就叫做回掛水。各位，回水係冇可能，除非係冇嘢睇。但係，今日我有啲心願。先至聲明兩樣只能做一樣，一係財富，一係回水。玩法我數一二三，然後全場都係嗌同一樣嘢嘅，我就做到。